阔别娱乐圈近十年的李若彤终于复出了。近日于正版的《神雕侠侣》开拍了，陈妍希版的小龙女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吐槽。作为80后心目中最经典的小龙女，李若彤你怎么看？赵寻我没看过，可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他当一个角色他都会很用心去演的，我希望他要加油，他一定会很用心做得很好的。